都不能看卡通了哦，现在连英文都不能学哦。你只要学英文就是对啊。对啊，你现在学英文都是被现在不能学英文哦，有问题哦，不能学英文哦，不可以学哦。那学英文就是有问题。对，被眼尖的粉丝看出来。跟你讲，你还不能看卡通哦，不然就是卡什么哦。对啊，对。我认识都很可爱，然后我认识你们这群观众，观众都是可爱的。骂回去，血特，血特，离开这个区域。对，那阿弟也很可怜哎，是弟弟。对，杰克可爱吗？对对对，杰克可爱。他并没有。他既可爱吗？他既可爱吗？没有没有，大家认可的哎、欸。没有啊。你们去看眼科啦，奇怪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换我断了。好，我点点去，点点那边呢、欸。我还在线上吗？对啊，在宅入中。我还在线上、欸。他 DSD 还蛮正常的、啊。今天怎么回事？对呀、啊，完了，是叫你们去打打外星人吗？打外星人？你是说那个 PD 幽闭哦？那有进到杰克了？哎，有了，可是房间不见了。对，幽闭恐惧症。动动动！这谁的车好帅啊？借拆一下。进来了，很帅，借拆一下啊？嗯，借哦啊，这里是正常的，之后繁星还没进来。什么？我早就先进去过了，只是你跑掉了。哦，这台车好好跑哦，这应该是玩家的吧？这 DSD 的吧 ？DSD 吧，他刚开到门口啊，你开走了、哦，你先炸掉就知道是不是他的了。这哎呦，哎呦，你炸掉发现有赔钱是人家的啦。这看起来就是别人的车啊。古罗蒂，意塔利。有没有想说拿去卖？你什么都拿去卖，那种不能卖吧？跑车，你在路上找到的跑车也不能卖啊。对啊，太昂贵的不行。对啊，经典跑车只有一款可以，跑车都是不能卖。你没有被甩下来？没有，我站得好好的。为什么？枪。我帮他改造一下，帮他通风一下。战局好友，哎、欸，现在显示左边呢，好漂亮，好棒哦！帮你通风，啊、可以咬我了。啊，抱歉，你要打人家，他自动锁定哦。干嘛？干嘛？啊？不是，我刚刚只是转个头而已，两个女生逛街逛一逛，逛到对我大叫。啊是繁星签名，不是看到我大叫往回跑哎、欸，他害羞，他害羞，我什么都没做、欸。拍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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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！拍谁拍谁拍谁？我说太害羞嘛，我什么都没做哎、欸，你怎么了？跟我讲啊！害羞看到繁星，拍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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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跟我讲话啊！恭维哦。哈哈哈哈哈！锁定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！那个锁定超烦的，不能锁定才对。踹车，踹车，踹车，踹车！哦，你长得有点像车。你给我傻，你给我傻！长得像车怎样？Nice， 那我们来上车喽。阿基还没进那个哦。啊，搬回去。对。哎、欸，大厅门口有版权攻击啦！啊啊，我没有开音乐。哦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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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哒。嘿。Stop up！ Stop！ 扒我还扒我，看我把你拉下来揍爆你！要喽。哦。哇，这台真好看呢！哎，我抓到谁了？你怎么杀人的？为什么？哎。赌场抢劫！哎、欸，他为什么出现在我面前？
跟上次那个 NPC 一样哎、欸，出现在高速公路上那个，突然出现的。其实他不是人。哦，可是我撞到是 DSD 哎、欸。差谁？差繁星还没进来。啥？我现在在邀了那个哦，才是手机。哦哦哦。海防组。海防组啊，对，没事。我来打一下好了。没有，手都没有，没有。你们结界突破。对啊，结界突破打一下啊，不对啊，现在还没九点，先打一下别的。有个游戏还不错玩诶。什么游戏？我的功夫贼六。最近广告，手游广告打很凶的。哎呦，还蛮好玩的，很毒哦。什么类型哦？类似弓箭传说，可是它是横向左右打的，打怪而已。休闲用的，打发休闲用。不要丢悬赏给我，我要接了，我要不急。哎、欸，很多丢悬赏给我的都丢完，我自己捡完，他自己不捡。哦，很会。好，准备完毕。噔噔噔。我们要偷偷摸摸嘛？对。真的要认真的。嗯。不可以再偷偷在那边结界突破、哦。我们的结界突破绝对没有结界突破。结界突破只要按一下按钮就好了，就可以放的不管了。我只在打斗技而已。斗技跟那个吧。啊，这两个都没有在动的啦，抓到了啦。没有，我刚才在动那个。我在动，你没看到我在走了吗？我在走了。斗技可以到九点吧，可以稍微打一下。然后发现车上四个在滑手机，蛮有那个可能性的。你看，发现连驾驶都在滑手机，我正在啊！哇，没，我手机是开 GPS 在看的哦。敢发现说不定走这条路有没有？没事，是走哪里啊？后门吧，哦，那不是这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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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哎、欸，这里是插卡，不是要那个吗？那个什么讯号，那个都要五十个打完、嗯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我的是都打完的、啊，音乐打完了而已啊，对啊，为什么？我在玩吗？我啦，我在玩啊，哦，前面是你哦，后面就是我，我想为什么站在那边，我怎么从后面出来？我手机相机准备好了，你知道吗？真奇怪，没有你这个也很难拍到，你要连拍，对啊，连拍，我刚才想到连拍啊。按着相机，哒哒哒哒哒狂拍。因为我上次我拍一张全黑的，哦，我被防呆了。葵花宝典。外面这些人在干嘛？怎么了啦？你为什么一直笑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了、啊？怎么了？个人风格。知道耶。开了。白痴哦、喔！每次我出来的画面都很奇怪。怎么了？你再不快点会更奇怪哦、喔。搞不好你身上衣服都不见了。
你们转的有点久啊，嗯，有点怕啊。我再转。哦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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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活得好好的，活得好好的。我怎么以为要看到百姓在干嘛？我键盘卡住哦。原来偷玩手机哦，杰克哦，原来散弹枪，这到底是谁选的武器啊？我选的，怎么了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为什么、欸、你们完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紧我站在那边没事哎、欸，我们没走进来就被看见了。有拿枪吗？我们拿第几枪也算吗？自杀吧，自杀吧，自杀吧。射我！是啊，那我要躲好，我护甲不想丢，你们去死吧！射我！射我！这关有玩过，有，这次要玩的是偷偷来的，嗯，偷偷摸摸，我们这次要玩偷偷摸摸，嗯。没有成功，自己都没成功过，偷偷摸摸来试试看。Page up， Page up。嗯，等、嗯。停车场开始啊？没有，从里面开始吧。嗯，我怎么？哦、我不要走第一个了。他那个，他那个锥形，他那个锥形，他直接就看着我们呢、欸。我他刚刚锥形扫一扫半圈呢、欸，然后看到你们突然瞳孔放大一样，锥形有够大的。嗯。啊。偷偷摸摸应该从屋顶走。哎、欸。是吗？要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有屋顶这个选项吗？有啊、我记得我做跳伞这个选项啊，跳伞就跳屋顶啊，对啊，对，你要跳啊，有吗？可以选吗？可以啊，那我们来啊，好好好，上次只是想要算是跳一跳，然后大家没跳到，只是第一次三个没中而已啊。四个人跳伞，三个人没中啊！对啊，然后我进游泳池这样、啊，然后就太挫折了，你就没有再选。啊，那不能像翘刺，就能够急转弯，能够减速哈、哦。啊，那个直接过去，啪就直接墙壁撞下去了。怎么样嘛？他的平台降落比太小了嘛，不好跳。嗯，然后又怕直接撞上去，然后死掉。对。钻吧钻吧，为什么这么久？哇，我只有看到繁星而已。哇，这边还真的有好多，还在连。我也还在转。为什么看到你周围有一个好大一圈哦？你怎么了？这是 CEO 的、啊哦，不要在圈内话。哼、嗯，会怎样？就是你会加经验值这样。嗯，你干嘛？我看你在干嘛？我要看你有没有偷滑手机。我在滑手机啊。你干嘛？哎呦，哎呦！我就从里面邀好了，等我。好。嗯。拍谁？拍谁？拍谁？哎、欸！跑跑跑跑跑跑跑！他是故意的！哇塞！好久，真的。他这丢年蛋哦，神经病！没有，而且他车子突然出现、欸。啊？外挂吗？外挂吧。可是我打他有扣血。可是他刚刚真的是车子突然出现，然后就直接撞我他请求防弹衣跟火神机枪。还有病哦！
我在单人公开战区。好，只有我一个，你不孤单，你不孤单。你抽什么防弹装甲？把你手打爆！抽嘞哈，抽烟哈，抽。我就静静看着你装逼，谁的？我都要这样。好，我这里是都公开单人的、啊，我也是公开单人，我也是一个人。一个人。好，这个手上拿烟吗？拿烟。好，哎靠，哇塞！你被烟烫到了吗？不是，我在很远地方，然后拿枪指着他，他竟然知道我，我在那个瞄他。你为什么要越走越到马路中间啊？你为什么要走到马路中间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你为什么走到马路中间？为什么？爽的。好走近的，谁的？哈基的吗？可以啊，你们可以进近过去啊。好。哈基的哈基哈基哈基秀，不是好吗？哈基秀，你高兴哦！警察不要追我，我只是偷个车去骂一下嘛。那不追你，偷个车拿去卖，不追你。啊，不是啊，这台车在路上，你这很有钱，你不拿去卖，你知道吗？要了。要了，要哪里？就还是白痴哦。强者，等一下，我快卖到了。好。哎呦，三宝。你看这故事告诉我们，那个抽烟的人啊，那个身体很脆弱，所以不要抽烟。嗯，好。好，因为我刚刚只是想说狙击一个人手上拿着烟，狙击那个烟而已，他就死了。你是狙击到他的手指头啊？对啊，那烟也是挺脆弱的，真是爆头哎、欸，爆手指头，爆手指头，好可怜啊，手指头被爆打了。正在举取的。我眼神一直往下飘哦，没有啦。你为什么一直往下看？我在看键盘。嗯，键盘有什么好看的？是不是键盘上面插了一个手机啊？没有，什么插手机？这是谁做得到啊？怎么可能呢？像我就干脆他其实做得到。我没有在键盘上面插着，我是在荧幕下面跟键盘中间。哎哎，很好，断了。玩家踢走了，我要刚倒数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是显示队长离开了。嗯，我这边显示玩家显人数不足。这连线真的是很棒啊，很棒。我不知道我一开启战局他就断了。三宝，别这样。吸血攻击，护盾。我们又连线连了半小时了，太棒了，太棒。连线游戏，真的连线游戏，这么棒的连线游戏哪里找？真的超棒！现在正在游玩，嗯。不会吧？我现在马上黑画面，然后回到单人战局嘛？不是吧？猎杀专员，哦，我又在哪里？我的画面怎么那么奇妙？好，我开个单就好了。怎么会这样子？我怎么被丢在那么远的地方？丢在很远的地方？我刚刚从赌场，然后被丢到最北边呢、欸。嗯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太强了吧！哇哦，哇哦，好，我剩一个人了。你们先连过来吗？还是我还在天上飞？天上你们，啊，我要降落了。
我也在荒郊野外。对啊。哈，很奇怪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跑到，哎，这是哪里？哈，我怎么跑到那个了？很北边，对不对？我刚降落是很北边，然后下一个画面我直接到游戏间里面。哦，你觉得那个位置应该它就是游戏间吧？神奇，那我没有游戏间，我是去哪里？米奇妙妙屋。不，等一下，不是啊，直接去米奇妙妙屋吗？要喊土豆啊！土豆！哦，这又在哪里？天啊！每次下来都有意外的惊喜耶！我出来了，然后这是哪里啊 ？Surprise！ 上飞。所以现在是加杰克那边，在杰克这儿。好，改车。Only you, you。哎、欸，这飞太久了吧？嗯，我打完两关了。哇！你这公司啊，打完什么两关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就，哎呦！真的很久，有够久。昨天做梦梦到一个，嗯。嗯，梦到我的桌子全都是蚂蚁，爬满蚂蚁，可怕。这不是然后抽屉过了吗？抽屉打开来也是个全都蚂蚁。然后我梦到场景是在教室啦。嗯，然后后来我就看到全都蚂蚁，然后我又不敢打球，我就坐着往靠着椅子上上课，就上了一整堂课，都看着蚂蚁在到处跑。嗯，你不怕蚂蚁跳下来？我在哪里呀、啊？我也在最北边欸，刚刚爸爸什么事了 ？Why？ 哦、你我下来了。You！ 哎，怎么一堆人都？你怎么退光光了？我断线了。你断线了？不是我断线啊！看一大堆人断线了。你是断线了，没错。是。怎么会这样子？最优质的连线游戏，超优质，真的是连线游戏耶！哇，你好白哦！哇，